哇哦 ，Oh my god， 这是角色可以再穿的少一点没有关系，这应该是目前明朝里面穿最少衣服的角色了吧？哎呦，你怎么自己飞起来了？这么福利啊？要这样是吧？好啦，我来抽老婆了，目标3+1，好不好？今天的目标3+1，主播我的账号，好啦，300抽，看能先蹦出几只。我之前运气最好的是抽金喜，金喜那时候225抽，我就抽出了3+1，220还是240，那时候运气最好是抽金喜，不知道这是手办人有没有办法。好啦，赶快石头给他下去。是的，我们现在抽了30，现在40抽。哦，来了，紧张的来了，紧张的，紧张的，紧张的。别歪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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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歪！哇哈！哈哈！哈哈哈！あなたのために決意と信念を感じる。啊，目前是40抽一只，那我们还差三只，准备要小宝了。金娜，这是第70抽。来个定心丸吧，前面两只不歪，今天的直播就稳了，钱包就省下来了，好不好？我这次是先打了5单进来，如果有剩呢，就赚了，就赚了。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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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，太神啦！110抽2只都没歪，哇，抽个3+1还有剩欸，搞不好怎么办？碰不到小宝欸。小宝的边都碰不到的，来吧，第三只手按人 ，Let's go！ 我就是明朝的狗，我就是明朝的狗啊！我下礼拜开荒野乱斗的台，我要把我的 ID 改掉，我叫明朝的狗，我要用这个 ID 玩下一个月的排位赛。我平均60抽出一只，哎，哇塞，不好看，主播，你今天的直播不好看，这不是我要看到的东西。哇，30抽！我就算这个歪了，哇，等一下还是可以大爆。我应该开视讯抽的，我应该开视讯抽的。我现在整个人在天空上飘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人在空中飘。谁？好啦，30抽出安可，当作没出。OK 的 ，OK 的，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健康啊。好啦，最后一只，这个绝对会出了。哎呦 ！What？ 如果双蛋黄，我就把你抽满。什么种？孩子，哇，这真的太有点夸张了，我觉得260抽四只手按人，一只安可，等于我50抽一只五星哎。手按人是不是只有穿内裤？主播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哎，是。You got damn right。不行，冷静，这真的是不行。看这游戏真的是很夸张，当你抽到什么3连、4连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差一下下就要满了。不要冷静，哈哈。啊，我垫一下啦，这样啦，我把最后这40抽完，如果中了，我们再用彩色珊瑚换，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选择。中了，我们就彩色珊瑚，把一命换出来，这样就5命。那主播你已经5面了，那你干脆再换一只吧。好啦，交给这40抽啦，这40抽中我们就把它拼满练。没事，没中啦，还好，反正我觉得没中比较开心耶，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都40了，再好啦，再送你们个10抽啦，再送你们个10抽，最后了，没有再更多了，中了就再说，没中好收工。不行啦！不打呗，打呗，不行啦！不要啦！我就讲的，我没啦！到底是谁啦？我真没啦！不是呀，我要把这只角色抽那么多干嘛呀？好啦，全灌下去了啦。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哦，玩这种抽卡类型游戏，其实真的是不太能开台。
这开台哦都很危险，开台那个钱包不知道为什么瞬间少一半，不可能这个歪吧？我跟你讲，不可能这个歪，他要嘛刚才就给我歪，这个歪我要生气啊！紧张的来了，聊天室大家帮帮忙，今天直播到底好不好看？成败在此一举。哇塞，威力在！我们要不要浪费个三颗彩色珊瑚，浪费24个彩色珊瑚，然后换个三抽，然后赌个十抽有没有办法出一只？怎么样？干，反正事到如今了，有什么好不能怎么样的哦？现在谁能拿我怎么样？我想换什么就换什么，谁管得了我？记得，啊、没有，想多了，就最后还是抽到了六连，完了。